你没穿高跟鞋，嗯，是吧？你也没穿呀，你看，我这是原装的腿啊。哦，算了算了，太难了。过来，快上，咱这个装满。上次你俩人一起搭的，嗯，怎么搭？衣服。林老师，你一会儿穿什么呀？走了，上场了。要肉。给我选一个。这是多。来这边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，然后把这个他们找到这个自己的地方坐下啊。